这可咋整啊？姓罗的，你快来吧，需要你的时候到了。来了，看，开饭了。你这也太臭了，你自己吃吧，我可走了。别走啊，咱小伙伴特意让咱今天做个千层蛋糕，你看。胖哥，你能做千层蛋糕吗？如果能，我带着全补课班的人给你点赞。为了这个千层蛋糕啊，我把这个月零花钱都买榴莲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四爷，也就冲咱家小伙伴冷的。那你多放点榴莲肉，我最得意那味儿了。咱们今天用胖哥最得意的榴莲做一个榴莲千层蛋糕。第一步，把榴莲奶油做了，开整。把小胖最喜欢的大榴莲掰开取肉，再给榴莲温柔的按个摩，找个空碗加入淡奶油，再来点白砂糖打发奶油。奶油打好，倒入臭烘烘的榴莲。榴莲奶油做好了。第二步，用咱们平时收拾小胖的平底锅烙千层饼。准备个空碗，打入三个调皮的鸡蛋打散，加入面粉搅拌均匀，把牛奶倒入面糊中继续搅拌，面糊能挂在碗壁上就成功了。开始烙饼，开小火刷油，面糊倒入锅中摊平，千层饼烙好喽。最后一步，抹榴莲奶油。卖相虽然不咋地，但我尝尝味儿咋样。果然味儿不错，大功告成。虽然他长得磕碜点，但小胖保守爱吃。走，这蛋糕做好没呀？我和咱家小伙伴都等着急了。来吧，你最爱的榴莲千层蛋糕。哎呦我，这做失败了。虽然他卖相不好，但他味儿好啊。来吧。就是这个味儿，这玩意儿闻着臭，吃着可香了。你怎么这么埋汰呢？给你吃，不吃了，走了。等我一会儿，小伙伴们还想吃啥，偷摸告诉我，下期我让胖嫂去做。